了。所以二零一年的最重要的心愿就是我是合法选民，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2011年很大的机会，全国大选，所以啊，在2010年举办它举行。所以啊，每个人民最重要的就在2011年有这个心愿，因为我是合法选民，我可以掌握我的将来，我可以为我的下一代，为我自己的下一代争取一个更好的明天，为我们这个最爱的国家马来西亚争取一个更好的将来。所以同胞们，还没有登记为选民的，已经到达已经有21岁或以上的，尽快的登记为选民。各位 Facebook 的朋友们，新年快乐！今天是12月31号，2010年，我们行动党一伙人在马来西亚举行这个选民登记运动。我们欢迎21岁以上以及没有登记成为选民的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和我们一起登记成为选民。登记选民过后，你们能够好好用到你们手上的一票来投选你们要的政府。所以我们希望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21岁还没有登记成为选民的话，不妨前来我们这里登记。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我们在这里祝贺所有马来西亚的人民，马来西亚的子民们新年快乐。明年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全国的大选。我们今天在这里努力的登记选民，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民都有一个机会投票，登记成为选民，把自己的权利行使出来。那么我们选了一个政府，对我们的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的。我们希望大家在新年的时候立下我们的愿望，就是要投票这个愿望。那么至于我们能不能够换政府，就是看大家的努力了。希望大家年龄满21岁。尽快出来登记成为选民，我们就有机会行使我们的权利，投下我们神圣的一票。好，谢谢大家。恭祝马来西亚的人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有个新的希望。最基本的，今天我们甲族民主行动党从308开始就一直的在做选民登记。最基本，既然今天是201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还是继续的做选民登记。希望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些成员可能你孩子们，还是你亲戚朋友，还是你邻居，还是同事都好，还没有登记成为选民的话，叫他们尽快的，提醒他们尽快的、尽早的去住附近的，可能在邮政局也好，还是我们行动党的办公室也好、服务中心也好，尽快的登记成为选民。我们希望再来接大选，可能再来接大选就很快乐，将会举行第13届的大选，在明年。我们希望在这新的一年，大家有一个新的希望。我们总结308的一个光，我们希望继续的有了大家的一个愿望坚持的改变迈向执政。各位同胞们，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尽快的提醒你们家人登记成为选民。谢谢大家。各位亲爱的同胞们，大家好。今天行动党在这里正在推动这项选民登记运动，请问那位已经驻龄了，就是说已经达到21岁了，还没有登记为选民的，请过来这边，我们可以协助你们登记为新选民。大家都知道啊，2010年已经来到尾声了，再过几多小时，我们就要进入新的一年，所以每次到新的一年，大家都有新的希望嘛。有些希望东西减价，有些希望明年会更好，不过还是在那老话一句，假如你们手中没有一票，当明年大选来临的时候，你们突然间想要选自己的候选人、自己的政党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到原来投票是要有权利投的，是要登记为选民先。然后需要的处理这个登记选民运动，通常都要需要3-4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是进入非常重要的关头，因为在这个时候登记的话，假如明年大选落在4月以后的话，大家还是有机会投票的，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大家尽快的来在这个2010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可以行使自己的身为人马来西亚公民的权利来登记身为合法选民。我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在2011年有了共同的心愿，希望我们马来西亚将会有了更好的明天。不过在要达到更好的明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掌握我们自己的将来，
2001年，我们必须先要手中有一票，要成为一个合法的候选民，要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成为合法的选民，是我们最基本的啊权利。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来捍卫我们最基本的权利。还有那位同胞们都没有登记了，登记为选民的过来，我们可以协助你们登记为选民。好，非常好，手续非常简单。我们的包子单位还没有登记为选民的，好，很快的，我们可以协助你们登记为选民。